Hey everybody， 我的战友们，我是战神 Rexy。今天刚好我全部朋友啊，不管是刚做 YouTuber 的人，还是我其他朋友，还是阿麻子啊，他会问我说：“哎，你用什么 software 啊来剪辑的？”其实我的 software 就是 Adobe Premium Pro。其实蛮多人会问我说：“会不会用 Final Cut 啊？”哎，你用什么手机来剪辑啊？其实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啦，只是其他我是不懂啦。在市面上太多你们要剪辑啊，比如说什么什么之类啊，什么 Sony Vegas 什么之类的，其实。也要看个人主意啊，不过我会介绍给你们这三个剪辑的 software。第一个我是讲过常用的 Adobe Premiere Pro CC 咯，我目前是用2018啊，因为我现在它的 version 好像是算是最重的啊，是12点 version 来的，我还没有去 update 咯。它现在已经变了 Adobe Premiere Pro 2019，它是超过13.1现在。其实 Premiere Pro 啊，它画面是这样子啊，左上角是你的 Original 屏，然后你的右上角是你的 Edit Video 的屏幕，然后左下角是你要放，右下角是它那个屏幕波浪线。而且它属于它有 Adobe 所有很多 software， 像是 Illustrator 啊、Photoshop 啊，还有 After Effects， 真的你要准备好这些钱。其实有一点坏处就是你要一个月花很多钱的，就是比较麻烦。不过我给你们偷偷讲啦，其实听到吗？Final Cut Pro 是属于 Apple 电脑，这个啊蛮贵一下啊。如果你买了 Apple 电脑，它会附送你那个 Final Cut Pro， 只是你真的花很多钱，就是麻烦一点。如果你有 budget， 你就买咯。Final Cut Pro 它的样子是，它类似有一个荧幕，下面有一个框，就是它是你的波浪线，还有你的剪辑的方法。其实啊，它剪辑是最好是它会自动连，麻烦就是你要它 copy 样子，就是看你的剪辑方法哦。其实好也有不好啦，你要看一下它是。其实我这个是大概了解啦，因为我不是很了解 Final Cut Pro， 因为我是上网看一点点罢了。Kingman Master 巧音是属于电话型的，通常如果你是用手机来剪辑的话是 OK 啦，只是其实 Kingman Master 是它比较酷一点是什么，它是可以也是 Edit Video 样子，不过很小个，它旁边有一个圆圈，是一个可以弄你 Edit 什么之类工具来的，只是麻烦就是什么，你要买什么 Effect 啊，它是另外买的，如果你可以使用你自己的 Effect 也是可以的，只是你麻烦搬过来咯。其实有一点坏处是什么吗？很多。哎，电话响，哎 ，Hello， 哎，我在忙哎，我要剪辑哎。Oh my god， 我忘记 save 了。喂，不要 send message 啊，给我。哎呀，完蛋了，我有 access 了。有没有搞错？等下又没有电。其实你要看你用剪辑的 software 到你用什么好，看你个人喜欢。其实东西也有好也有不好，有好处也有坏处。不管你用什么 software 都好，就看你的方式。有些人会讲，哎，我用 Premiere Pro， 我就要买新的 Final Cut Pro。哎呀，我应该用回那个 Adobe Premiere 嘛，因为比较容易剪。其实不要这样子啦，你们应该看一下你们适合没有，先看了先以后，然后你看你喜不喜欢这个你们要剪辑的 software 啦。其实我以前呢、啊、也是不会啊，我是随便拿一个旧的 Adobe Premiere 嘛，学一下讲解啊，或者是 rapid 线，然后我才学会。有时候我是从上网学回来的，是我有兴趣我就学回来的。不管你用黑猫还是白猫都好，抓着一只老鼠就是一只好猫啊。你们看你们个人的喜欢啊，因为我不想这次跟到我的偶像来学咯，喜欢用这个software来学。好了，我的影片到位了，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啊，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你们看，如果你是新来观众你就按 subscribe， 如果你是看到华语的订阅你也按下去，如果你又是忘记我的影片的话，你记得按这个门铃啊，放心，这个五个宝贝会咬你，如果他真的有了你是你跟我讲，我就把他 edit 他变成乖乖的孩子，没有啦，开玩笑吧。好了，等待我们新闻的咯，拜。